不好的？谁不跟女人睡觉？他又没跟你结婚，他跟别的女人睡觉有什么奇怪的？他不能这么对我。那他应该怎么对？那你说他应该怎么对你？姓魏的，你不是人，你。啊！我就不是人，怎么了？告诉你，石小鱼，你要是不想认识生活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明明是他对不起我，我怎么出问题了？不是你的问题，你们俩之间出现问题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？魏金哥，你有没有同情心呀？你。我就是没有同情心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同情心解决不了问题，解决问题得靠大脑，得靠理智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要是能把车开走，我今天爬着回去。小心点，别爆炸了！哎，轻点。哎，石小鱼，石小鱼。你要找死，别拿火车去，赵云。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，到现在才发现，我在控制感情方面能力还是挺差的。经过了很多事情以后，我认识了你。原以为可以培养你做我的助手，我的恋人。现在仔细想想，像我这样的女人，到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天真的想法，真的是太可笑。帮帮忙，没有必要检讨自己了。自我反省的能力，人还是应该要有的。好不好？给我一天假，我去找找他。很高兴你有这样一个好的处事态度，祝你成功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
比我想象的容易多了。我希望再多一些坏蛋，这只是热身运动。哦，看来你的愿望实现了，老。哎，哎，今儿几号？25。 你干嘛不吃啊？咽不下去。怎么了？胃不舒服啊？心不舒服。你吃你的呀，我的胃口又不影响你。汤振远，我又哪儿做错了？你没错，你什么时候有过错啊？ 我们能不能不吵架？啊！我吵架了吗？啊！我这叫跟你吵架啊？那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！我干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家，我连在自己家里我有正常的喜怒哀乐我都不能流露了是吗？是吗？这是你一个人的家吗？啊！你不能因为你不高兴就把别人搞得特别痛苦啊！你痛苦？ 哼，你健健康康的，胳膊腿健全，能蹦能跳的，你有什么痛苦的呀？你要是看着我健康不舒服，要不你把我腿打断了算了。恶毒，你这话太恶毒。我恶毒？我说的恶毒比你做的恶毒毒性小多了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爸爸的那次车祸直接给我撞进太平间，你好再嫁人是吧？
是吧？我，我觉着这个男人不是那个跟我同床共枕了14年的人，他离我太远了，远得好像我根本都不认识他。你慢点喝，啊！我又不跟你抢。你着什么急呀你？你说，这道理我也跟你讲明白了，话我也跟你说明白了，哎，你这脑子怎么就想不明白啊？你从来都没有真心爱过一个人，你怎么能够理解我的感情呢？你怎么知道我没爱过人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爱过人？像你这种感情啊。那是一种变态的感情，不管是你爱他还是他爱你，结局只有两个字儿，啊，悲剧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悲剧比喜剧更有震撼力啊？啊，石小鱼同志，还是他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宾馆没有这位客人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先生办好了，请您收好。啊，可以。谢谢啊。不谢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麻烦您这样，您把这个存折里边的钱取出来，都存在我这存折里。好吧。关海黎。啊。汤正远。哦，对，汤正远就是我。嗯，请您出示下证件，两个人的，您和关海黎的。啊。这是我的身份证。这是他的身份证。请您输一下密码，关海黎的密码。不回。不回。行啊，小丫头。够饿的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那小爪子扇起人来又快又准啊！我还是第一次打人呢。我看不像，看你那技术，在家练过吧？你在我眼里就是杨旭，我恨不得把你给杀了呢。爱也爱个死，是恨也恨个死，左右在你那儿都是死。你是骂我？我哪敢骂你？我那是夸你，不是死鱼，是活鱼，叫石活鱼。
有个信息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就看一下，我都看，哎，我看一下，看，快看，你给我。老地方是哪儿啊？静安寺公园。行啊，感情够深的，两个人都要当和尚了。哎呀，我是跟你说什么都白说啊，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你给我订个房间吧，我困了。OK。哎，你好，前台吗？我想订一个房间啊。什么？啊、开会都满了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谢谢啊。嗯。那我怎么办呀？那个家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呀。你怎么办？我哪知道啊？这不两个床吗？挑一个睡吧。咱俩睡一个房间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哎，睡一个房间怎么了？啊？那火车轮船男女不都睡一个房间吗？你就把它当成火车，还是个软卧，睡吧啊！你相信你自个儿，我还不相信我自个儿呢。我相信你就行了，你是我唯一见到过的一个能让我放掉精神上的负担的女同胞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我们俩就像他们常说的那种第四种男女关系，啊，是广义上的。正道上的男女朋友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，我们可以打情骂俏，但是我们不会想入非非，不会见。魏静阁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在一块儿啊，就跟那种从小在一块玩泥巴长大的小屁孩一样，除了上厕所、洗澡、睡觉的时候想到男女有别。剩下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跟异性在一起的感觉。怎么样？打击得够呛吧？你不会是那种喝点酒就会生出许多新意思的那种人吧？你指的是什么新意啊？啊？我不告诉你，等我喝会儿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嗨！我说你练过吧？哎，不闹了啊！
伤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今天是你生日了。都过了12点了，你才想起来啊？晚了，我42岁生日都过完了。哎，我送你一张你喜欢的邮票，好吧？你动我机油册了？啊，哪儿呢？我给卖了。什么？有个朋友喜欢这邮票，出的价钱也挺高的，我就给卖了。我想炒股，没钱。那你就卖我的东西，你，啊？我挣钱还你不就完了吗？不是钱的事儿。不是钱的事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咱俩哪次打架不是为钱呢？你不就是嫌我挣钱少，你才敢对我这种态度的吗？是我一个人问题吗？原先你也挣那么多，我们过得怎么样？啊？你，原来我是一好人，现在我成残废了。还得让你伺候着，那我不得想着挣钱呢？我不愿意看着你的脸子过日子。你想着挣钱，你就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这日子。没法过就不过呗，离婚离婚，我同意离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离就离吧，离了对谁都好。你说你不讲理的时候吧，还真觉得心里没什么负担，你这一讲理了吧，我还真觉得麻烦。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就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能心平气和的说说心里话。其实我从跟你搞对象那会儿，我心里就紧张，可以放松了，可以把我心里所有的不愉快都说出来了。我怎么让你紧张了？其实你一直就在精神上比我高一等。对，我出身家庭没你高贵，学历没你高，你总跟我提这样那样的要求。我做好了，你跟着就告诉我，你可以做得更好。我知道，我在你眼里就从来没让你满意过，对吧？你说考研究生，你就一年一年的折腾；
你说要出国，你就天天的在那儿考托福、办签证，就跟这日子就你一人似的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？没有，你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。你说不要孩子，就有一个打一个，有一个做一个。你连跟我连声招呼你都不打，等你想要孩子了，你就什么时候想让我跟你合作，我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跟你合作。我是人呐，我不是种马。对，你比我有文化，你是知识分子。可你们知识分子讨厌人的方式就是臊着他，让他无地自容。你知道这滋味多难受？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我就从来没找着过自己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你冷是吧？其实我比你还冷。你凭什么那么支持我？啊？不就是因为我爱你吗？啊？好了，好了，现在我不爱你了，不爱你我就自由，我想说什么说什么。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自由真好，真好。咱俩结婚14年，刚开始没有房子，没有钱，但是过得挺好的。我不怕苦。我没嫌过苦，我知道你不怕苦，我知道，你尤其能吃那种没有肉吃的苦。但是有个前提，得让你觉得苦的浪漫，对吧？浪漫，一辈子，这是多大一苦差事啊！我干不了。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你是一个根本就不懂得浪漫的人，而且还不尊重客观事实。你老是用你的猜想，生出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矛盾，慢慢的磨我、耗我，最后一下子摧毁。就这样吗？我那是对你好。对我好？我好吗？我好吗？你什么时候问问我是不是真的好呀？其实我早就忍不住了，但我一直劝自个儿，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呀？能凑合就凑合吧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他凑合到最后，还应该是我和你，我们俩。让外人看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的，口卡着口，把这首歌唱完了。可我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一想起还有几十年这样的日子过。真的，我真坚持不下去了。成了，我能听见你说这句，坚持到最后，还是应该咱俩在一起这句话，我知足了。也许，这就是咱俩
结婚一场，能唯一给我留下的一点念想吧。那我留下什么了？要说用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睡觉这样的话来比喻，咱们的婚姻已经睡了四年多了，还剩下十年，对吧？十年，唐任远，我跟你面对面的十年，我真的没看清楚你过。咱们俩离得远的时候吧，互相拉扯着，像抱在一块儿，直到抱在一块儿暖和。等真正抱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又互相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害怕对方身上的刺儿啊，扎着疼，是吧？烟怎么没了？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你怎么抽烟啊？啊？我不抽，杨旭的，上次在机场被我没收了。我说怎么这么呛啊？啊，跟他那个人似的。这个烟我抽不来，太呛了。
谢谢你让我搭一个路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俩就当着谁也不认识谁。外面坏人多，小心点。你去哪儿啊？你管不着。没有协调的余地了吗？没有。对财产分配有什么要求？一人一半。不可能，那存折上是我的名。那是你后来改的。一共有多少存款你们知道吗？连交通赔偿费10万吧。那是撞车撞出来的，那是玩命的钱，你凭什么要啊？你说了不算，我听法律的。你去哪儿啊？啊？小姐，上车吧。啊？不过，那房子是单位分给我的，那我至少得占一室一厅。你要要，我顶多给你一间。你要不愿意住，你可以把房卖给我呀。那一间房折成人民币，我给你3万块钱吧。那你把你那两间房卖给我，我给你6万块钱。6万块钱？6万块钱能买两间房啊？哎，你3万块钱能买我一间，我干嘛不能用6万买你两间啊？奇怪。行，你真行啊！我算看错你了，闹了半天你根本就不是对钱没有概念那种人。原来咱们俩是一家，我确实没概念。现在咱们跟陌路人一样，我要是再没概念，还不便宜死你。存款1人5万。房子1人1间，客厅公用。如果不能达成协议，再进行最后调解。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在这儿摁个手印吧。一直在做搓手指头的动作，这个手指改变了我的生活，它让我重新成了一个单身女人。鲜花上车了啊！哎，阿李，饿不饿？要不咱们上哪吃点东西去？哎，渴了。要不我给你买瓶矿泉水吧？啊？哎，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？哎，你说你这离婚证的力量就这么大哈？有了它，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汤正远了，体贴热情的让人生疑。生什么疑呀？不是，不知道领的是离婚证还是结婚证。哎，咱俩现在我也不是过去的我了，你也不是过去的你了。哎，咱俩现在是一个全新世界里边两个完全独立的单身男女，凭什么不心平气和的好好过日子呀？你说是不是啊？
你还会结婚吗？会。跟谁呀？